I'm afraid the odds still aren't in your favor. 哦，我最亲密的盟友确实是奇异博士。每个盟友需要建立一个封印，建立四个后，不可以用这个项圈的能力耶。每天我上古每回会有任务卡片，应该是免费的。东西用封印，用封印，用封印树国，击败所有的敌人。你是讲什么啊？每个盟友需要建立一个封印，建立四个后。反正就是打四波啦，打四波就可以得到一个封印卡就对了。这个感染是什么东西啊？哦 ，OK OK， 触发先干掉了啊，触发了。速发先干掉了。这个零哦，这个好吗？这个速搏他一次是不是？而且还可以增加脆弱哎、欸。现在必须要用英雄气概，真的。Welcome assistance。他在六跟八的时候。这个不要，这个太烂了，这更烂，这什么东西？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我没办法、啊，我就直接揍你啊！
那没办法、啊。Your fate is here. How invigorating! 这个啦，哎，出牌数耗尽哦，没注意到啊。没关系啊，很简单哎。没关系啊。他还加强了嘞，那个哈，那个先治疗一下好不好？那个奇异博士，你先治疗自己一下，但是可以啊。奇异博士先治疗自己一下好不好？啊，然后用这个啦。差不多干掉一堆了。人家现在还在睡觉。这样干掉比较多。Prepare yourself. I'm glad to have your magic on our side, Doctor. 干他妈！我刚才傻傻，我应该先速搏才对。晕眩了他。Do I look a bit younger to you？ 他妈，这个，哎。治疗，哎，治愈哦。You had your chance. You were too weak for this fight. 我用这个啊哈，我用这个。那边还有一堆嘞，好呀，干。全部打奇异博士的、欸，等下那个谁啊，大哥。给他挡哥啦。Have your back.Done me a great favor. No mercy for the servants of Willith.
他们在晕眩耶，你看，你要动他、啊。挡格跟强化，哎、欸，这个就厉害了，好不好？奇异博士啊！百多对不对？你这个是什么？它已经脆弱了。下一回我们再打，我会不会死？这是把我全部耗光了。For the rest of us. 那边还有一个在睡觉了。Let me show you the way. 就这样子吧，下一回合再来。哇，这个腐化很强啊！打我！大哥，大哥，你要先恢复一下。你接下来这一招啊。四个都打得到哦。你看这球。这就把全部都花光了嘞，我还不如用这个，这个比较好啦。不是啊，这个可以顺便给给给给给。等一下，因为我手上有很多速发的，所以说我想用这个，不用这个，好不好？我觉得用这个才是对的。You carry the responsibility of Sorcerer Supreme with great. 我打太慢了。击退啊！打得太慢也打得太烂。Your mother abandoned you.
看，我又打得太烂了，真的很烂，真的打得很烂，真的打得很烂。Let's see if they have an answer for this. Hey, 直接用这个打不就好了？他就死了、啊。而且还可以加血呢，那个石头留下来啊，石头留下来啊，还可以加血呢。No mercy for the servants of Lilith。Once again, Lilith's servants fall。建立封印是免费的吗？那建立啊。建立啊，免费的啊！哎，干！好啦，第二个跟我亲密的是那个谁，美国队长啊！哈，这个应该是钢铁人吧？哎，我变成说，我变成说美国队长跟我合作，是不是？职业自制的能力，那就结束啊！哎呦，干！我觉得那个主角的传奇卡片是有点普通，真的。是一只，我讲一下哈，为什么？为什么我奇异博士他用完他还要被封印回去？这个我就不解了嘞。照理来说，应该是越解越多。I know you sense it。这什么东西啊？下次，哦，我靠！可以瞬间击倒哦！下次伤害卡片，搞错，我先存档啊！搞有没有搞错啊？下次的伤害卡片可以瞬间击倒，我那这个算是伤害卡片吗？那我这样子算瞬间击倒，瞬间击倒哎、欸，哎、欸，那真的厉害了，真的，你这样可以瞬间击倒，我也服了，你就没办法，就这样子啊。All who serve the Lord should fall. Did you ever teach you that? I know she's secretly a badass.那个谁啊？我撞他，你可以撞他、啊。
超新星。你要打谁啊？这个他们还不会有动作了。抽加一，两格，想想看哦，我觉得要用这张了。先获得一个抵抗啊，然后重振旗鼓啊，就这样吧。抵抗啊，抵抗没办法吸啊，没办法吸血。抵抗啊！一定了，你死定了。这个现在他们，我讲一下哈，现在非常关键啊，现在非常关键啊，非常非常的关键啊！你为什么我，我靠，我这样可以直接打死，太厉害了，真厉害。Medical plan can cover the beating we're about to put on you. Ah, 这打三只啊！等一下哈，石头能丢了就先丢啦，好吧？这石头能丢就先丢。Here we go.那打到后面这个哈，怎么会那么多那个英雄气概啊？我错了，你知道吗？他这个速发的，就直接先干掉啊！谁直接速发，直接干了？
Return to your mother. That looked like it hurt. 我操！ 太厉害了！ 那边还有啊， 还很多呢。 放马过来， 不需要。 妖怎么那么强啊？为什么你400多？我讲一下哈，你们都是嗜血的，对不对？ 你们都是嗜血的。我先。 They cannot possibly match your strength. 啊！他们全部这四只哈，全部嗜血啊，全部嗜血啊！干！获得一个抵抗，快速挥击，还可以出血。 不要把他们打死啊！这家伙出血啊！全部都要杀他了！就这样吧。 好，我讲一下哈，午夜之子的卡片，不需要啊，我不需要午夜之子的卡片，我惊奇队长的卡片就好了，惊奇队长的卡片够我用了。
I see why so many fear your strength. 战斗号令。 This shall be of great help. 速发嘞！操，这样都可以速发，多少？800多。 Your time is coming. You are unprepared. You had your chance to escape. Pathetic. Next time, run while you still can. Pathetic. <笑>捡石头来打。 果然是我最强的四个英雄。 进场了啦！哎，我刚刚有一张卡，怎么被？我应该是，哦，刚才那张卡都弄掉了。烈之子的能力呀！ 换刀刃，全部打我那个。唉，我想一下啊，怎么没半个速发的啊？我天哪！ 为所有玩家的所有手牌赋予免费，终于卡片，哎，所有的手牌都免费，这会不会太夸张了？啊，所有的手牌都免费，那免费那你免费吧。 全部免费，我笑死我！先炸了！那个什么啊，你先炸！ No mercy for the servants. You must have hit me. I am still the prize. Haven't got a move yet.
现在是说我要打谁？你们两只哦。You had your chance to escape. 刀锋战术不是的，你先揍一下好了，好吧？哎、欸，这个厉害了，这个。出血了，拜托 ！Still coming my way。这是免费的哦。You can't run this time.Show off for me, Blade. I will make you regret that. This is 速发啊。废啊！他们血好多、哦、啊！会不会死、啊？那个谁啊？血好多，真的很多。Break time's over. Your suffering will be immeasurable.那个、啊，我想一下啊，十一号集合移动加一，那个谁啊？因为我刀风暴这样冲出去，那个你先移动到这里吧。Where will you go that she cannot find you？ 然后刀风暴。这样子啊，There is no escape. 对啊，这个好像还有一个免费的。
没有啊，免费都打完了，剩下这些牌哦，应该可以吧？这些牌都还可以啊，好，就这样子吧。我们现在主角有很多个档格，主角有很多个档格啊，主角有很多个档格。刀锋战士，我讲一下啊，刀锋战士这个比较难呢。先治疗自己耶，I will make this quick.手上是什么牌啊？大哥，我都要死了呢！干！开始遭遇战。死掉一只就没了吗？不是啦，怎么可能是从那边？从这里啦！啊，shit！
护武器。极大时获得。哦，可以啦，我觉得现在这些卡好像还不错。Payback's gonna be fun. 妈的，不用讲那么多，先爆这个再说。这个家伙有那么多血。受血可以，我觉得他可以承受得了这个血。他承受得了那个血，就给他承受吧。There is no escape. This is 击退了，还可以再出血。击退是不是？这样就死啊！没差啦，午夜之子的能力，我现在要谁的能力我不确定啊。快速。To bleed. It's heroes like these that give people like us a bad reputation. The curse! Lucky
shot. No mercy for the servants. Do not stand a chance. Your face is... Maybe you should teach me that one. As a child, I feared the servants of Lilith. Now I teach them to fear me. 真的啊，看，如果对方有出血的话，够不够伤害？ 不知道为什么，打花有为什么有点烂。 全部都有出血啊！ 龙胜火花。 午夜之子吗？ 好吗？哎呦，干啊！啊，
下一回合再来啊。那边还有一次。战比较难打啊，这战比较难打。UI，他是被守护的啊，他妈的，刀锋战士。是要撞啊，不是要撞这个。好啦好啦，随便随便的，撞到一个就好了。全部打我，跟你说。They cannot possibly match your strength.
耐心。哟，这个速发可以直接干掉，他可以直接干掉你吗？妈的，我直接干掉你不就？欸，直接干掉你，我就不用打那些有的唧唧歪歪的嘞。You have earned this. Not as powerful as Lilith had hoped.百多就是打刀锋战士，你要哦，你们两个打我是不是？那你就来打。说真的，说真的，你要打，你要来打就打。Your time has come. Weak, even for Hydra. 直接秒掉了。I can handle it. Are you hungry? 刀风暴，来吧。你们两个要揍我！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啦。没事没事没事，Looks like they still want a piece. We're on top of it. 什么东西呀？没打出，随机掉出一张卡。那我要直接先治疗，不好意思啊，直接先治疗。We see all of your moves. 所有的状态都没了啊！浪费啊！你浪费。There was a time when Lilith had the highest of standards for her minions. That time has clearly passed.浪费啊，有点浪费啊。You are lucky to still be breathing. 浪费。
吧。加八应该先爆一下再扒啦。Who's next？ 180多是不是？Me like they just missed their mama. 对。趁。少一点用刀风暴。没强化吗？应该是说我有强化，但是现在出的牌，我知道了啦，他是如果是用那种方式抽出来的牌是没有强化的，是用卡片召唤出来的英雄传奇卡牌是没有强化，是这个意思，没办法，就这样吧。还傻子，还帮他吃肉。Whoever trained you did a damn good job。我刚才傻子还跟他吐血一次。没事没事没事，有抵抗。还在那边抵挡格，伟大善行什么？ It's good to be back in the fight。 好吧好吧，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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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sked for it。Now that was something. If the 目标有挡格 Watch go. And I thought man thing was up. About time.炸这个！ Don't blink. 好，当然是要拿。我怎么会是拿这个呢？我当然是要拿刀风暴，我整个大错哎。Your time has come.
什么东西啊？我不想看了，全部打我是不是？我隐匿啊！<笑>你们在打吗？ 这样吧。Catch my breath.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Here it comes. I saw a move like that once, centuries ago. The power of the light.Hydra's standards have fallen a great deal. Straight 干掉了，讲那么多。Hail that! It's on! Now that was something.无情谁呀？Give the mother my regards in hell. It's coming for you. Vampires are not the only ones who fear you. How?最后一个是钢铁的上场。快呀！什么东西？结束啊！存档好了啊！白天的这个。还没吃饭呢，我大哥。讲一下，现在如果是钢铁人在这里的时候，他会厉害到一个爆炸。你看，将所有卡片消耗为零，获得一次八，获得八的英雄气概。这个。我想一下哦，
先稳扎稳打好了，稳扎稳打。是啊，先打这个。你去发这个、啊。晕眩呢、欸？你去晕吧。速发都没了呢。加我一血。They're running low on you guys. 欸，这样子有啊，这样子有欸。Let's do it.欸，那个已经，那个要挂了，那个要挂了。这什么东西？小奥维林哦。I am still the prize. Hey, 这就速发了你。干，重抽一下。这个重抽一下、啊。不行啊。抽一张卡、啊。抽一张卡。我操，制空拳欸。直接干掉啊！I saw a move like that once, centuries ago. 四周把他们快干掉了、欸。午夜之子的能力，要用谁？他了，高轰爆啊！
consider it done.快挂了，他们快挂了，这个也不知道打谁呢。刚好可以用制空拳呢、啊。全部加起来是。速发要快点。I'm impressed. 真大气。是速发的，You were too weak for this fight. 我想重抽，我想抽到钢铁人的卡，战斗耗力。是啊，我想获得钢铁人的卡，钢铁人的卡，操！钢铁人的卡啦，对啦，这就是我要的，好不好？好，我看一下哦。这全部死，这全部死了哈、哦！You will pay the greatest price. 好厉害啊，这个！Suits for me. Okay. Brother, 移来这里好不好？大哥。怪我刚才，我这个错误，我刚才应该要先，我应该先标记了，他们这只就已经，这只就已经挂到一个不行。
You had your chance to escape. I will make you regret that. That will not be enough. 不会死吧，大哥？加血又加挡格，我们可以加入 Lilith 一起。Cannot possibly match your strength. I'm saving my energy to renew. Wow, that's embarrassing.标记啊，它已经有标记了。This should be good. Trifling creature. This shouldn't take long.Some for the rest of us. Yeah. 天哪，我只剩下一个。晕眩是不是？Your mother abandoned.这样哎、Feel my call.死了呗啊！还那么多血啊！天六，这么血怎么那么多啊？干！那么重抽啊！啊！
对呀、啊。这个先把这个干掉吧。加血。Nothing personal. Okay, maybe a little personal. 怎么这多了一个出牌机会了？炫一下好了，好吧。Their time is short. 来啦来啦来，快快快，快快快！Seem to be a match for us. Once again, Lilith's servants fall.浪费是抵抗。Return to your mother. Let's do it.You guys couldn't even beat the security guards at my parking garage. 终于给我找到制空权。
我先给他脆弱，还是不会死啊。Technology. That will not be enough. It's...这个一鱼三吃哎。Your time has come.这样吧，下一回合结束了啊。No. 挡格的是不是？你可以移动。聪明啊！哎，那个困惑是怎么样？困惑干！妈的，困惑没办法动啊！也是，120多。他是什么状况啊？很强大。Shit！ 先打，我觉得稳扎稳打啊，稳扎稳打。Sure, why not? Sleep it off. 对啦，就是这个样子啦。我现在哈，把他治疗一下，治疗他。不是啊，他已经没困惑了，我还治疗嘞。This should be good. I am impressed.
不需要了，干。我把他治疗一下好不好？Lilith has sent you here to die. 就这样子吧。I hope you are prepared.跟我说打完这场，等一下还有一场。To the mother of demons will be your undoing. If 我不应该那个哈，我不应该一直这样子啊。先脆弱一下他了。I see the target. Your suffering will be immeasurable. You had your chance to escape.为什么会挡在这里？奇怪，很奇怪呢，为什么挡在这里？900多是不是？看起来哦。
跟他慢慢来好了。两个，哎、欸，给他抱一下好了。哎、欸，快死啊，大哥！刀锋爆一下就死了。I had hoped for a够了吧，你不要跟我说再打、哦。Their best was still not enough for us. 完全封印。那一张大匕首是他自己身体做的一套，所以说我妈是好的哦，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最后没有出现一个超级巨型的 BOSS， 真的是非常的有点遗憾。也没有打我老妈，也没有打那个卡萨的真身，真的还假的？我妈真的是好的。Are you my child? I am here. 哦。到了啦，我妈要打败卡桑是因为卡桑对我对那个对主角哈，就是对猎人是有害的，所以说他们就想办法要把那个召唤出来，然后再把他干掉，这个意思。No no, what's happening? Kathan changed us both when you cured me centuries ago.We belong to that book as much as him now. Okay, 那个猎人要跟他妈一起死，可以啦，我觉得可以。I failed you. No. You saved me. Saved us all.Whatever happens next, we shall face it together. 欸，可是我妈有点太年轻了。Mother， 感觉像是男女主角。对呀，对呀，对呀。传奇战斗盔甲，酷哦！啊，就是说我老妈收为了要拼成黑暗。
黑暗法典黑暗之书，然后再收集到那卡萨的匕首，因为只有用卡萨的匕首插到这个黑暗之树里面，才可以真正的去干掉卡萨。那为什么要我老妈我要真正干掉卡萨？那是因为什么？这卡萨可能是对那个猎人有害。等一下，你结局没有半点，你结局没有半点交代啊！哎呦，有交代。想说你这样子。Sometimes I forget just how beautiful that can be. I never do. Just wish everyone was here to see it. Well, a giant wall of light did just teleport us back here from the crossroads of creation to our own little pocket dimension, localized here in the sunny suburbs of Massachusetts. Fairly certain anything's possible at this point. Oh, 结束了。等一下啊。没有感伤一下是不是？不是啊，要感伤一下啦。念到四点，是不是啊？最后我跟我妈没被救活嘛，对不对？那怎么都没有人替我流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好歹我跟他们也是等级五的友情等级耶，结果就这样就没了。我们有点感伤哎，讲个俏皮话就结束了。天哪！看那结局好烂，还是说我根本没死？而且我妈装坏人啊，装坏人装的这么像，装了一整出，结果觉得我妈是好了。我妈收集了这个用卡萨身体制成的匕首，她收集这个，然后再收集所有的 piece， 然后组成这个黑暗之书，就是为了要啊真正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卡萨，就是用黑暗。就用卡萨的匕首把它刺向黑暗之书，他就可以真正的干掉卡萨。所以说他在收集这两个东西，结果也他也不讲清楚，那你就直接明讲就好，何必呢？中间都搞了一些有的没有的，对不对？何必产生这些误会呢？这个人真的是有点奇怪了。那、啊、你是好的，为什么长得会怎么长得像那个大正像魔女这样子？而且呢，你最后的决战呢，竟然是没有打一个超型巨型 BOSS 哎、欸，都是打一些之前出现的那些那个中等等级的那些精英啊，就这样子，啊、嗯。但没有出现一个全新的造型的一个 boss， 真的是非常让人失望。好，可以啦，后面还有一些故事。Well, I'm starting to think the ancient ones never believed we'd actually survive the prophecy. I could consult the records of the Vishanti once the city approves the sanctum's rebuilding permit. Lilith and the Hunter's Bond defied death before, defied Cathan. Prophecy or not.I know this story is far from over. God, 真的，那个我说莎拉哈，他所有的努力，就是让我为了让猎人活着。结果现在猎人啊，生死未卜，他好像也没什么情绪的波动。阿加莎，我帮他跑腿了这么多的事情，啊，也是从小看我长大的一个阿姨。啊，我没回来，也没有一声，也没有一声问候，也没有一声哀悼，也没有一个扛斗，
然后就当作我没出现过一样，真的是。最后的意思是说我没死是吗？是这个意思吗？然后你要卖 DLC 是这个意思吗？他应该会有 DLC 啊，然后我好像没死，所以说他们才会没有那个没有什么反应，然后他等 DLC 的时候会补足那些比较完整的剧情，我在想，但是也是有点烂，真的，这个结，你说你这个你整个游戏过程动画这么多，过场动画那么多，结果你最后的时候怎么不演的那么细，再演细一点呢？干，然后最后一直出现那些传奇卡，真的，然后你出现的传奇卡又不是我自己强化过的传奇卡，但是他最后真的是几乎每个英雄我都用到过，是不是？好像真的是哦，那些比较弱的我都有用过哦，只有一个没有出场，就只有那个密克没出场，其他那个最后决战的时候每一个我都全部都有使用过，都有登场过。然后最后四个英雄是我最熟的四个英雄，说实在的，那个最后的攻击力有点不太够，因为我主角的伤害本身也不太够，而且呢我主角有一个什么六的花费六英雄点数的那一张卡有出现过一次，然后真的是一枪干掉一个魔法师，但是这个照理来说那一张卡是八分之一的牌组里面的其中八张里面的其中一只嘛，一张嘛，那它出现的几率应该八分之一啊，可是它好像跟那个卡片的稀有度有关，也就是说你的稀有度很低的话，它的几率会低于八分之一，每一张卡出现的几率会在整个牌组低于八分之一，如果你的稀有度很高的话，比如说速发的卡片，普通的卡片它出现的几率会高于八分之一，不然我怎么可能从头到尾整场只出现那一张那个消耗六英雄那个气概的那一张最强的伤害的卡只出现一次，如果它出现照正常的几率出现的话，我以我这后面英雄气概这么多用多到用不完的时候，我早就一枪可以把那个什么乔姆是不是给干掉了。最后这个玩法我觉得还算是可以，尤其前面那一段就是猎人被捆绑的那一段，我觉得这个玩法是可以，但是然后最后面呢四个英雄如何四个英雄解开封印的这个勉强还好，但是最起码的你要有一个巨型 BOSS， 你上的话你也可以啊，不然都是打那些之前就打过的一些那些小王那些精英怪，真的是不过瘾啊，欸，我准备了那么久对不对？那最后的结局真的是没人这个，没人替我流一把眼泪哦，真的是这些英雄哦，等级五的友谊都白这个交情都白费了。我说真的，啊，这个游戏最好的，我评断一下啊，是它的音效很屌，除了那个查理的狗叫比较差以外，其他都很厉害，音乐也不错。哦，音乐不错，然后美术的是不错的，因为它是用 Unreal 引擎开发的。那有人说它这个表情，脸上的表情，那个脸、不够精致，我觉得还好，因为它是有一点风格化的风格，它不是完全很写实的。像你说那个什么死亡搁浅那一种，或是恶魔猎人那一种。
魔物猎人，不是恶魔猎人，就是这个鬼泣啊，鬼泣的那种，那种是属于 model 的那个角色，是用 scan 的。那一种的角色是属于用那个扫 3D 扫描的，所以说那很像，非常真实。但是我们这种是手捏的，而且是有点卡通风格，所以说他的这个脸上的，这个角色的脸啊，脸模我觉得是可以的，加上他这个口型啊，跟那个旁白对白的这个语音呢，也是，也有对到。表情还可以啊，不算是太差，不用要求这么多。所以说美术、音乐我都觉得不错，游戏玩法我觉得可以啊，但是这个主线的剧情连接的真的有点粗糙啦，我觉得这个是到底要不要？所以说呢 ，I came to destroy him. More lies from his heart. You surprised me, beloved one.So far. It is over already. Child. Child. Amateurs. Amateur 是吗 ？Amateur, outsider 还是什么？好，我们破关了哈，我们就这个午夜之子就这样结束了哈。就是我们回到了之前的时间点，全新高等级的会出现。OK， 我们看一下哈，我记得，我想看一下。对呀、啊，我都记得我这个有加啦，浩克，我记得我有加啦。浩克我是没装，是不是？但是有加啦，浩克我好像没装。哦，能力卡最多四张。对啊，可是我记得我有加过，然后我在那个打最后一关的时候出现这些卡片，它是没有强化过的啦，是这样。Well, looky who it is. It's good to see you and not trying to kill you. Oh yeah, 有传奇的啊，有这些比较难的。石头，是什么肤色传奇耶？肤色传奇的，这现在打的是送肤色啊，没有送线圈了。